来自扬声大师圣哲曼信息。问候，亲爱的地球上的兄弟姐妹们，我是圣哲曼。在这个持续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刻，我来到了你们身边。一，圣哲曼，这以前从未发生过。通灵，切尔利亚·怀尔德。问候，我亲爱的地球家人们，我是圣哲曼。在最近的传书中，我们研究了地球未来的两种潜在情境。第一种情况，涉及时空连续体的分裂，导致正向积极的新地球和消极的时间线的出现。此外，我们也考虑了所有时间轴合并成一个连续频谱的可能性。虽然这些都是看似合理的结果，但还需要考虑其他潜在的情况。在宇宙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一颗行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两种不同振动频谱的转变。这对地球和整个宇宙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一转变的最终结果仍然不确定，从而引发了多种可能的情况。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地球将开辟自己的道路。无论预想的情况如何，行星地球都注定要依据它，地球母亲，自己的自由意志上升到第五次元振动。这个决定强调了人类集体意识团结一致，以确保地球人类进化的重要性。当思考地球的潜在未来时，关于人类未来的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浮现出来。一场深刻的觉醒正在全球展开。尽管黑暗精英以新的医疗紧急情况为幌子，试图施加进一步的限制，但这种觉醒的势头是不可阻挡的。然而，人类将不再像以前那样顺从。黑暗势力散播恐惧的策略被证明是无效的。人类正在摆脱长期束缚他们的枷锁。地球和人类的解放是不可避免的。一旦人类将自己从控制中解放出来，这将标志着一个以真正繁荣和丰盛为特征的新时代的黎明，确保没有一个人被抛在后面。这种转变将为建立一个以爱心、尊重和团结为基础的社会铺平道路。地球迈向第五维度振动的旅程正在提升人类意识，并在全球迅速传播。这种精神和能量的进化正在推动人类走向团结和启蒙的新时代。随着地球本身的提升，他呼吁所有人类与这个更高的频率保持一致，并拥抱所有生命的相互连结。全球觉醒正在进行中。尽管阴谋集团试图散播恐惧并维持控制，但人类正在超越这些限制并夺回其力量。这种从束缚中解放出来，预示着一个新地球的黎明。在这个新地球上，丰盛、繁荣和爱至高无上。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受到重视、团结是社会基石的时代。尽管前进的道路可能充满挑战，但集体意识正在转向和谐与欢乐的更光明的未来。随着人类摆脱恐惧和分裂的束缚，一个建立在爱心、慈悲和相互尊重的新世界正在诞生。这段通往解放的变革之旅是对内在认知的探索，是超越外在物理限制、深入灵魂内在领域的追求。这是一条内在发现和实现的道路，个人不仅寻求摆脱外在限制的自由，而且还努力释放潜伏在他们内心的无限潜力。当你踏上这段旅程时，你被要求摆脱那些掩盖了你真实本质的层层制约和社会期望。这种对解放的追求与你的精神觉醒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重新点燃每个存在体内的神圣火花。
透过这个旅程，你不仅会将自己从过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还将与你内在的上帝以及围绕着你的上帝的无限之光建立更深的联系。这是一个内在和外在的调整和协调的过程。正是这种思想、身体和精神的和谐，带来了内心的平静和完整的状态。尽管这是行星第一次提升到两个不同的频率水平，但它是由神圣的慈爱的造物主的意志引导的。相信神圣的扬升计划，我非常爱你们所有人，感谢您的这次传输，谢谢。我是圣哲曼，在这里以爱服务，愿平和与爱与你同在。来自扬升大师圣哲曼的祝福。 I am Saint Germain， 谢谢收听，感恩祝福。二，圣哲曼，善变的时代已经来临。通灵，菲利普·大卫·斯泰莱尔。祝福，我亲爱的地球家人，我是圣哲曼，此时我来与你们同在。你们正在意识到，我们无法用旧的运作方式解决当今的个人和集体问题。时间不能延后，也不是为了克服困难。新能量之路，唯一允许你改变计划的道路，就是转换。它会让你摆脱挣扎，摆脱幼稚的需求，摆脱相信自己必须获胜或证明的信念。是它会让你远离虚幻的真相，例如有竞争对手或敌人。这一切都必须扫除。从这些旧模式中，永远不会出现在你们神圣成分的最高现实中重生的方法。这要求你灵性炼金你的人类情感以提升更高。新的喜悦与和解在等着您。体认到你并不孤单，神圣就是一切，而你是它存在的亲密连结。人类必须重新认识自己的归属，其中不能有任何分裂、隔离、恐惧或沉重的感情，从而减缓进化。善变、转化的钥匙被馈赠或遗传给您，借由将您过去的组成部分以及你之前所建立的东西转换成前所未有的颠覆景象，引导你达到真正的水平，带您进入真正的境界。不是要摧毁他们，而是要带领他们迈向一个更辉煌的现实，在那里，所有反效果的元素都在光之能量的闪烁光辉中脱离。他们转换，让位给你们亚原子物质的原始物质，解除了所有的重力。在那里，你们的扬升成为可能，摆脱了一切阻碍它的东西，摆脱了所有的障碍。我监督的一部重要著作刚刚出版，旨在将转化的力量传授给你们。它的标题是《转化你的内心感受》。星号译著，这是传导者菲利普·大卫近期出版的书籍，祝福他的畅销书大卖。有了它，你将体验到快速有效的个人转变，世界也将因此而改变。不是法律、自私的强权政治或要求。这要感谢你们这些英雄和女英雄，他们觉得自己就拥有解决方案。你将改变你的旧现实，变得更加自由和快乐，因此你将成为世界和平的仁慈代理人。无需进一步寻找或焦躁，这个更新阶段是简单、真实且明显的。透过原始呼吸和创造力之话语的震动联系，透过紫罗兰火焰的召唤和全意识回归神圣之心，善变的艺术将你有限的人类信念带到超人类意识的密码。这不是挣扎，甚至不是努力，而是一次伟大的拯救。启示录是对不再与灵魂同乡的事物的启示。
这是一种有益的解构，它的最高点在于放开心灵，让自己被新的频率温柔地承载。是时候将你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解放你的存在，并让它达到最高维度的事情上了。透过本书的实际运用，你将体验到伟大的解脱。这本书给你留下了转化的秘密。如果一种强烈的情绪淹没了你，你该如何引导它？当面对无法摆脱的情绪时，该用什么良方呢？当你被负面的潮流带走时，你怎么能改变它们呢？你永远是你内心世界的反应。你的生活是一面镜子，反映了你对自己、对他人以及对存在的深刻感受。为了让你的日子体现你最高的梦想，你的情绪必须达到标准。好消息，这是一份实用指南，其中详细列出了205种适得其反的感受。透过它们的编号，你可以辨识它们全部，甚至是那些被压抑在你潜意识中的。感谢原始呼吸和创造力之话语的震动炼金术，你整合了转化的力量，以便快速净化所有这些感觉，将它们转变为更轻松的维度，从而打开通往成功和宁静的道路。透过高频，您会散发出喜悦、平衡和内心的平静。在作为治疗师的职业生涯中，菲利普·大卫收到了神的话语的恩赐，以便将其传递给每个人，以便他们能够更加自主地走向实现。在这本书中，他向你传递了205个新的精神法令，以及与你的原始呼吸重新结合的关键。透过这些奇妙的工具，您将学会改变自己的感受，创造一个新的现实。所以，我的朋友们，欢呼吧！因为蜕变时代 Transmutation 已经来临。我感谢你们，我说，谢谢大家，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让我们一起体验这些华丽的新黎明。很快再见，暂别。平和与爱与你们所有人同在。来自扬声大师圣哲曼的祝福。 I am Saint Germain。 谢谢收听，感恩祝福。